大家好，我是伟鸿，今天我要在一家广告间当打工仔，怎么办？我几乎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，因为我还是三年级的学生，我还没毕业啊。网红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当 YouTuber 你可以当你自己的老板，我的时间也是我自己安排的，所以呢，我的预感是竞争压力会很大，而且我不太会煮饭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专心一个人的时候很会煮饭，但是如果我旁边有一个比我厉害的厨师，我还是比较会喜欢偷懒，让他替我努力。好，大家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 ，Go！太没来哎 ！Hello， 都给你搞砸。你知道你已经迟到多久了吗？哎。20分钟哎，十五分钟不算事啊，这个是一个法国的习俗啊，你知道一件比较有礼貌哎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哎，我们在台湾 OK。OK。而且你穿这身，看起来像是要来上班的人吗？不行，太花俏了。你包里有带什么适合上班的东西？当然了，好多啊，你看，有 hairspray、充电器、相机，哎，还有这个很重要啊，我的洗脸机。因为我要拍业配啊！你上班带洗脸机干嘛？这个我要先帮你没收。不行啊，我真的是有拍业配啊！我妈让我来台湾的条件是已经有赚钱的，不然很丢脸呢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先专心上班，你把这个穿好，你赶快穿好进来哦。好的，老板尽管吩咐。天啊，上班等不到五分钟，已经想回家休息了，有够麻烦呢。而且待遇没有很好啊，所以我希望不会给我再吃力的任务。不好意思，借我一下哦。没关系啊，当做自己家。已经熟到是自己家了，这是我家 ，OK。好，今天我要教你的就是包挂包，你的第一个工作。OK。第一个动作，你就是先把手套戴上去，因为会烫，挂包皮会烫。Okay. 然后你就拿这个夹子，因为我们要让袋子里面完全不能接触到你的手，要给客人最干净的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贴纸朝上，给它撑开。撑开之后，放在这里。这个挂包，你把这个挂包厚的那一面朝下，打开之后，抹上这个特制的抹酱，它是有点像甜辣酱的酱。哦。然后抹完之后，这个是必须挂包的灵魂，花生粉。花生粉。然后可以选择辣跟不辣，放这个酸菜。这么多啦？对，我爱加多多就加多多，你不要管我。再来就放生菜。一般大家都会放香菜，但我们这里是放生菜，我们就是料多实在。你觉得我在巴黎有做过有挂包吗？我有给法尔赛宫，我还不确定我的会不会比较好吃。你不要跟我比，我就绝对赢你。再来就是灵魂了，肥瘦正常一块就直接到位。OK， 来吧。还有一个外面没有的东西，这个是独家大肠头。哦、oh.。然后。撒上花生粉，又来，这样就完成了， okay. 很简单吧？你应该 OK 吧？很简单啊，我这么聪明啦、啊，讲什么嘞？你不要把挂包皮掉在地上哦，不会不会，你丢几个就全部从你工资扣。你来这哦，欢迎光临，你来帅吗？先坐坐。Hello， 帅哥，欢迎光临，今天有吃什么啦？我想吃综合挂包。是刚刚那个挂包吗？对，刚刚那个。好，我来。那你要问客人要不要辣？要不要辣？不要辣。不要辣。OK。第一步就是那个东西啦。No， 错了错了，我刚刚教你 pass 手会烫到要戴什么？手套。我已经忘了。没有人上班讲脏话的。你看我放在这里。啊，好痛啊！小心！这个人来乱的，你是来砸场是不是？对，我来。挂着。啊。夹挂包。咦。来，断掉了。哎，这个从薪资扣，薪资扣哦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它有历史啊。你确定你不想吃吗？当然喜欢，喜欢上了。真的喜欢呢、啊。喜欢。这个有伟鸿的特色啊。可以了吧？可以，不要太多。可以。灵魂。灵魂。多一点吗？可以再多一点。一个沙拉。生菜。其他家会放香菜，但是我们的比较好吃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大肠。可以，只是我现在就看你要怎么把它包起来。我觉得不错，我自己讲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综合，你还没跟客人收钱呢、啊哦，你卖免费的。综合的是70。你的挂包准备好了哟。哦。有点亏点呐、啊。你还凶客人呐、啊？一二三。谢谢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Hello， 你好，今天想吃什么呢？跟昨天一样吗？昨天要一个，我要两个空的。花生粉可以再多一点。我也觉得，你很懂吃哎。当然。Oh no！ 不得不说，你的挂包真的是包的蛮丑。是吗？蛮丑。真的蛮丑。你要包的跟你人一样好看啊，做得到吗？跟我一样吗？还好容易耶。是不是你此生看过最好看的挂包？嗯，对，你的眼睛超漂亮。请慢用哎。啊，这样140，120，对，60，我没有省一点。可以问你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问题吗？你问看看吧。那个里面的肉可不可以挑肥一点或瘦一点？我帮你出油吗？也不是。哦，我给你，就是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肥的。对。我为你特别做吧。好。Love you。这个是要给你的。给我的。小礼物。真的假的？好感动啊。可以看一下有什么。现在开吗？可以可以。真假我还小哎。对。这个是。哦，好可爱。这个你知道什么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台湾的那个专属，我可以用这个搭捷运对吧？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是台湾就是专有比较特殊的那个沙发酱，我帮你吃过。我超级喜欢沙发酱，哇，好贴心啊！我都很感动啊，谢谢您。叫什么？我叫西银。西银。对，我的西很难写，应该不会。牺牲的西。不是晨曦的曦。我会。真的吗？那我还短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不愧是微红，超厉害的。谢谢你，很感动啦。不会不会。谢谢，也有礼物啦。包在冰箱里，冰箱上的。好玩吗？好玩。辛苦吗？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喜欢。那你不要当 YouTuber， 你来卖挂包好。还是你来，来我们这边工作好。我们应该不会给吧？你妈妈不是说你要来多多多赚钱？对，就来这里，来这里赚钱。不是我开我自己的好不好？小给女，我的脸现在很脏，我可以去洗脸一下吗？去去去，赶快去。工商时间，好，大家你们看我的脸现在好脏呀，又油又闷呀。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Luna 3的洗脸机，我这一次使用的是适合敏感肌肤的款式。使用 Luna 3可以有效温和的清洁肌肤。 Luna 3的脉动科技可以深层去除污垢，深度刺激肌肤细胞，还有四种按摩模式跟16种不同的强度可以调整，让你下班回家也能放松身心。Warrior 3的另外一面还可以按摩。Luna 3的无菌洗脚刷头也不用更换，非常方便、经济、环保，重点是全机防水。充满电还可以试用6个月，欢迎大家到影片下方资讯栏看更多细节。让我们回到工作手工时间，走。手工时间到了，今天你下班了，辛苦了。下班了，我感觉是我第一次工作，但是我的体检啊，我们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啊，所以我想知道一下都给你们的回馈。如果就包的成品大概是负50分。但是你的服务热忱是100分，100分吧？对，你服务热忱，我觉得有感染到粉，感染到客人，客人会觉得，他会更愿意消费，他甚至会愿意花钱买最贵的。哦，那我就开心了。我们为了我们店家赚钱，所以好， okay、谢谢。那我们可以欢迎大家来这里阿东厨房吃全岛最好吃的挂包。我有准备了一个挂包给你。我还没去，我准备了一个素食的挂包。素食的，素食里面是有鸡是蛋吗？对，里面有菜脯蛋、蘑菇吗？杏鲍菇、榨菜杏鲍菇，然后还有脆笋。OK， 我吃一下吧，试试看。不算是挂包吧？对，不算，不算挂包，不是真正传统挂包。嗯，还是很香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给你跟你刚刚给我的。热闹跟服务客户的分数一样，10分吧，10分是不是？谢谢啦。那我们欢迎大家订阅你的频道，你也有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我知道啊。然后订阅我的，哩哩哩，我会写在这里。有记得留言、按赞很重要，分享，记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继续支持伟鸿好不好？
然后大家可以记得用我的吸尘机 For Real Luna 3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拜拜。